好，我也只能录，大概希望说这一次可以录到10000000了啊，如果没有10000000就算了。不过还是要把这个怎么讲队伍的记录啊，截图哈，截图贴到那个攻略的网址上面去哈，加减参加一下，得一个基本的奖哦。到时候再看看说这个站在巴托里右边跟那个卢英右边是谁哦，撑不住了。好，可以，这样子可以10000000。为什么会喜欢命运之子哦？就是因为说除了人设漂亮之外呢，他的那个动画啊，怎样整体的表现啊，我都觉得每一个 child 都蛮正的哦。不过这个世界王还好哈，应该是不会太裸露了。不过他的故事很值得一看哦，真的很香。然后我的攻击手完全没有点火，好 ，OK， 这大概是我目前分数最高的吧，哈。好 ，OK， 好，那就这样子做个记录哦，然后到时候再把这个阵型哈、截图，虽然说打得很烂了、但是还是要参加活动哈、参加到那个什么世界王攻略分享。好，所以是大概是这个样子，然后全部角色呢，这个也没什么概念哦，全部都给他设 S 就对了，有一个没有设哦，OK， 这个是一飞丝哦，应该全部都 S 吧。因为我看那个梅芙跟巴特里，他都是 S 的那个连击比较多啊，好吧，好，没关系哈，我们就是自在参加，不再得奖。OK， 好，谢谢大家观看哦，拜拜。